This group has paper.哇，那星彩集团有这款见笑台，那是传出去，你知道新闻标题要安怎写啊？有啦，就写讲星彩集团当属长的查某囝，经传是卖早餐的早餐妹。我讲江诗诗啊，你一个嘴好溜溜，四界讲唱啥？你就是你即马是英雄联盟内底提莫，要到处中枪。你爱我提的物件，拢伫遮。完了，我是帮人逃生。他即个要去扬州讲低科技体代理的代志，就交予你处理。至于破坏星彩医美大赛的代志，就交予我。有一句诗在说了：“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你即个去扬州一定要好好甲算。Apple， 你听我讲。你想，我只帮他免费的改变。咱会使 start over， 以前的代志都当作 never happen。他是讲，我甲这个价天天围巾起来的。然后你下礼拜新彩一定上新闻。哥，我这个办事，你连我那真正能配班头呢？俺可不要紧啊，哥，你这么头前，拿一杯奶茶。你先上，我已经买好 Apple， 你们做归做。这是几千元免费换肤卷，我告你做一世人的林志玲啊！我爱你主动退出世界医美大赛，你亏新彩。你按你所讲的收超贵，安怎？你卖动作力，邱大瑞、邱医师、邱神手，去年世界医美大赛隆鼻项目来的得奖作品《女王风》，讲话就通这红声。当初那不是我替你求情，你一个小小的护士，哪有可能得到邱大瑞、邱医师、邱神手亲身帮你挡到的机会？妮娜姐，拍死啦！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机会？你就是今晚上 Candy Crush， 每人造生命就好了吗？你做，天在看，我丫头三枪有性命，虽然阮散家，但是阮散家真有志气。做派代志，为什么我再变起来？有一句话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击败医美大赛，我是赶快让邱大瑞、邱神手担任比赛医生，烂一点不鸟。你这个青鸭仔，阿你汹汹冲出来，犹如拔山倒树而来。你敢唔知影，人吓人会吓死人。我来报啊，阮彩虹集团微晶瓷明明有36G，今嘛剩36G。阮伫咧星彩领导处长的办公室内底，找到彩虹集团无去的迄支微晶瓷。我会甲法官讲。莫记迄支维金池是我偷的。你这么想怎？你可是你积极护积极，木兰当护之，你们带不从军呐、啊？打小一点讲，要擒贼先擒王。你这个靠大局，真正是对症下药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妈，我真正就想你。你敢知影这20几年来，我母仔是安怎活的？每一届风台天 ，Apple 都会念课文。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，爸爸捕鱼去，为什么还不回家？爸，人咧讲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我相信咱这个医美大赛就是没得奖，咱每年阁报名一次，咱一定得奖。哥，这个成语敢那不是安尼用的呢？啊，十年修得同渡船，百年修得共枕眠，我相信咱一定会得奖。安尼敢对？万事皆可达，唯有情人家。妈，还是你上好。咱来庆祝，咱再度晋级世界医美大赛。我都跟你讲过啊，汉堡配奶茶还是较对味。奇怪，是我最近开眼头的副作用头晕晕，还是我真的有这三个囡仔？绝对无可能，你把这魔鬼生落来。就算讲伊是魔鬼，伊嘛是魔鬼中的天使。世界医美大赛。不管用什么手段，我绝对不可能让 Apple 代表星彩参加。丁娜姐，你来救我好不好？别卡住电呢。啊，